办签唱会，让我们听到大家的声音。再一次欢迎许富凯，谢谢现场的朋友。来，我们往前面走一点，欢迎富凯，谢谢富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六月的天气当中，是哇，现场听到武穆大学里头的歌曲，先是同名的单曲，又是心中，对，感觉这个震撼度真的是有被慑服到。我觉得下一次我会跟我的唱片公司讲，我们尽量不要在六月份办同唱会好了。不行啊，我们大家一定要帮你好好的祝福一下啦，因为最近你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恭喜了。但是还是先让富凯跟我们所有的媒体前面的、右边的、后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好好的来打个招呼。特别讲一下，因为呢，现场的媒体大哥大姐，有的甚至是比我还年纪还小，他们呢非常的疼爱我，然后像今天星期天，他们还顶着大太阳来我的那个签唱会现场，所以呢，首先谢谢你，谢谢我们的媒体大哥大姐， yeah, 谢谢，也谢谢啊，谢谢大家今天下午特别的光临。同时啊，我刚刚也特别注意到了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在我们武穆大学，不只是从先修班开始，是到后面现在觉得已经变成了哈，不但是特修班，进阶，然后进阶班，是继续不断的哈，从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通通都有，应该有蛮多也是熟面孔的，对不对？很熟啊，大家都还穿制服来，是啊，穿制服来这边现场，今天就是为你给你加油打气。他们昨天已经讲说啊，可不可以我们穿制服拍一张？所以今天就马上你都已经先想好了，到时候一定会，就对了，一定要啊，一定要好好拍一下。我在这边也要跟所有的歌迷还有同学们来，我想问问看大家了哈，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次富凯的这张新专辑《武穆大学》是第35届的金曲奖，大家知道入围了几项大奖吗？4项大奖啊。武穆大学是3项，武穆大学对个人奖项，那个也算是好了，我擦边球，对一个单曲奖，对一个啊，都是值得鼓励，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最佳台语歌手奖，谢谢，最佳台语专辑奖，是年度专辑奖，不得了呀，哇塞，谢谢，所以自从我们看到了入围名单出现，包括了前一阵子出现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面，黑豆流行音乐奖，对，也特别说到，搞得我现在每一次听到许富凯，我都想要知道一下今天红内裤的事情。是啊，今天也是，怎么可以省掉呢？这今天也有吗？我知道所有媒体都喜欢拍这一种。OK， 我要帮忙，我这一只手可以来一下吗？可以。哎呦，还真的来真的，声音在哪里？哇，这个是要继续穿？不是，你知道我有多迷信？我连去日本旅游，我都说啊，红内裤多带几件好了，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日本有多热，对，可能一天就要洗两次。哦，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那你一共带了多少条去？我这大8条吧。对，那就够换嘛，有够换就对了。当然，不够换我们就自己晚上洗一洗，洗一洗干就好起来。而且这个是冰湿的。对，这个是透气的就对了，是不是？这是我经纪人买的啦，因为他自己有先穿过，他觉得不错。用好了到修过就对了，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就对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没有，这迷信是应该为了自己要祈求一下好彩头嘛，对不对？因为前一阵子我知道是去了京都，我去京都。那譬如说你去有没有去，像是因为京都很多神社，对不对？那些神社我都不去了，我都到了大阪的神社去。大阪神社，像我这一次就去一个地方，很推荐大家去，叫圣尾寺。这个地方就是不倒翁，达摩不倒翁的一个神社。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不倒翁在现场。对，那我就去那边祈福，也给自己祈求一个好彩头。是，大家都会想要知道，这是4个不同的奖项的入围。嗨，心里头有没有觉得？最想要期待囊括哪一项？我真的说真的，我很随性。对，因为自从上一次拿了那个10个的金曲奖之后，这一次我本人真的是用一种很平常心的状态去看待金曲奖。是，那我觉得得任何一个奖项，我觉得只要有得，其实都对我们整个团队一个很大的鼓励。对，所以任何奖项我都可以。对，但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肯定的不只是个人，还包括了所有的团队。是我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对，所以大家也真的是，我们到时候一起在6月29号，我们大家共同见证富凯再一次镀金，好不好？谢谢。决定哦，哈，大家一定要一起加油哦。其实你知道吗？因为你看，距离金曲奖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
公司当然也知道说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都穿红内裤也辛苦了，但是既然你这么迷信，要红就给他红到底、啊、我们今天也准备红下去，来看看今天准备的是什么东西。大哥大姐们，这个位置 OK 哈？好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好，大家看到常常这个红色都是跟吉利有关嘛，好，富凯不要忘记了，左边右边啊，前面后面帮我们照顾一下。其实红圆呢象征的不只是要红，而且要圆圆满满，能够把想象的带回去，或者吃到肚子里也可以啊。这个红圆你待会可以分给我们媒体朋友们好不好？因为打开来还是红豆，哎，给它外面红，里面也给它红下去。请问我们红圆任何拍够了吗？如果 OK 的话，我们要看看它分给大家。如果说顺利的镀金之后、嗯、有没有什么心愿，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跟那个想到、欸、没有想到，我想说歌迷朋友们会不会有什么想要给富凯一些想法，要不要骑虎难下，有没有？不能只是哎、欸，不能偏心家乡啦，台北也要啦，对不对？有没有大家想要什么样的心愿？你看，心愿是歌迷朋友们在、同学们在许的，有机会讨论一下，好不好？哦，收到，哦，收到，啊、哦，校长收到。没有啦，我希望每一年我都可以开一场演唱会啦，这个是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因为我的粉丝说真的很多呢，真的他们要他们远从别的地方来也真的是不方便。是，那我觉得一年开一次演唱会，我就说我想要设定在母亲节或是父亲节的这个档期、很多朋友想说啊，每一年我都要带妈妈爸爸去吃东西，吃到你不知道吃什么，干脆就来开演唱会来听我唱歌，用耳朵听宝宝。对，一家人一起来听我唱歌，我觉得那感觉是最好的。所以我也期许每一年我都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跟大家见面，用母亲节用演唱会的方式啦。所以意思是八月有机会了，太紧啦啦！我想说你自己在那 Q 父亲节，我想说，大家听一次啦，一年一次哈。但总之呢，总是有把所有歌迷朋友们的想法哈，你们的心愿，富凯都有听到心里头。但我知道下半年哈，其实富凯工作也是很忙啦。哇，下半年好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要忙的，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用任何不同的形态方式，富凯只要有推出作品，我们大家也都给他多多支持起来，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麻烦一下大家了哈。好，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待会要麻烦我们这个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要进行我们的电子媒体的联访时间。OK， 好，待会。那晚一些些，歌迷朋友们请注意哦，我们待会儿还会有更多的表演哈。